Pronunciation of N C H。Hello，各位同学好，我是中东老师 David 老师。今天老师要带来的是 Pronunciation of N C H N C N C N C。Pronunciation of N C H N C N C N 首先要注意到，我们结尾的 C H 在二合的时候，我们会发出 Consonant Diagram。 二和辅音，ch ch ch 但要注意一件事情，我们看到 nch 它发音为 nch nch nch，实际上你可以听到它是两个音 n 以及 ch，也就是说，我们看到 ch 在国际音标虽然有两个符号。 但是它的发音是一个 consonant digram，单一的音，也就是二合辅音。ch ch ch，无论是我们在讲美式发音或者英式发音时，在辅音时，我们在结合 f r o n m together 的时候，一般来说最多你可以练两个音，也就是像 n c h，我们就发音为 n ch n ch n ch，实际上它是两个音。那 很少，极端非常少的状况下，我们可以三个辅音一起念。但一般来说，这样子生词是非常少的，因为我们在讲，不管是美式或英式发音时，辅音时最多两个音。好的，那我们讲了 nch，它会发出 nch 这个音。那我们利用结尾是 nch 的音，前方首音位置，我们一样的找到两个字符。 来做一个辅辅元辅辅的一个发音形式，或者我们称辅辅元辅辅辅，也就是 a i u 在中间的位置时，我们发出 a i u 的短元音。up up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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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p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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的，同学们可以跟老师练习一下。我们今天带来三个生词，第一个生词。 C R U N C H，crunch，crunch，crunch，压碎声。C L E N C H，clench，clench，clench，捏紧，紧，搂紧。C L, C L I N C H，clinch，clinch，clinch，成功取得，赢得。所以同学们记得我们讲的。 利用元辅辅辅，或者我们讲 n c h，利用元音加这三个辅音字符组合去做一个短元音的发音形式，配上配上最后的 c h 的二合辅音来做发音练习。c r u n c h，crunch，crunch，crunch，压碎声。c l e n c h，clench，clench。H, <Cl> ench, Clench，捏紧、搂紧、CL R N、，C L I N C H，clinch，clinch，clinch，成功取得、赢得，希望同学们跟老师一起努力的练习一下。